睇下幾則簡訊。醫委會裁定普通科醫生梁偉基專業失當，案情指梁偉基在2016年處方雙風咳藥俾一個21日大的 BB 仔，但冇提醒家長風險。按衛生署指引，醫生不應該處方雙風咳藥俾6歲以下的兒童。醫委會認為是慣常做法，不當開藥控罪不成立，但是裁定專業失當。